路见不平。你是从哪座山上滚下来的野人？哈哈哈哈！爱红色，爱迟到，爱生活，更爱超级棒棒糖。我不是传说，不是野人，我是猪猪侠。哎呦我的妈！姑娘又来逼房，哥哥姐姐又来看我，是法宝有问题？是法宝有问题？哦，对，我们想知道这法宝的来历。哦，对。我们想知道这法宝的来历。莫非与妖有过肌肤之亲？莫非你跟妖有过肌肤之亲？这法宝了不起。这法宝了不起。巧克力的味道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在里面干什么？我知道你还在，我知道你在里面开饭。面对未来，我好饿啊，怎么办？你想不想对个雪人？快点开门，给我吃一点。有人。帝王铠甲，合体！铠甲合体！终结你的时间到！爸爸，我将来一定比你强。是吗？我每天都要喝旺仔牛奶。哦。爸爸说，旺仔牛奶很营养。比我强，我也在每天喝旺仔牛奶。我要强，我要强！老大驾到！嘿，所有人给我站一边！因为超人强，我要出现。举手投足我就是帅，老大帅呆了，从头帅到脚趾尖。那些年我们看过的沙雕广告，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，看帅哥的发型清新有型，飘影清新啫喱水，有飘影自信，飘影十年自信十年。来吃饭了，一二，吃一口吧。孩子不吃饭，儿童装姜中牌健胃消食片，饭前嚼一嚼，孩子胃口好，消化好。姜中集团。儿啊，你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不是我干的，绝对不是我干的。这怎么回事？有娃还有梅宝。哎呦我的妈！